是如你嘴皮貌美，是一等一的顶级美男子。我觉得有容易中国然而，事实上，开眼，我不高兴，别别说话，真的，我有次不好意思，一定是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因为你不喜欢我，因为不喜欢，所以不甘愿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你现在知道被人逼着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是什么感觉了吗？难受？难道你不难受吗？难道你想这一辈子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别人身上？难道你没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？难道你就不无聊吗你？